也不是另类啦，因为他们的舞风呢也非常的特别咯。因为呢，哇，今天呢我们欢迎呢我们下一组队伍的话呢是我们的芭蕾。哇，芭蕾呢厉害了，因为他是呢我们今天的队伍里面呢一组呢第一组呢我们原住民所组成的队伍了。诶，那请问一下我们的芭蕾人现在在哪里呢？ OK， 已经登场了对不对？所以呢现场的朋友们给他们一点热情的掌声。谢谢我们芭蕾，哇，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哇，现场都被我们感觉到我们